最近在超市看到有台灣啤酒啦，咁因為我之前冇留意到有嘅，咁我唔知係近排之後定點，咁所以就買咗兩隻，希望好飲啦。因為之前咧我哋台灣偶像楊丞琳代言，所以我哋有留意呢一隻嘅，咁所以都想試下啦。好，無聊加插嘅啫，超市到期咧就係十月都快。另外呢一個係菠蘿味嘅。好啦，咁繼續講翻我兜面啦，要挑戰啦。其實都不是挑戰的，我之前就買了5包裝，還有吃了一個杯麵，在現在即都吃了很多次，其實覺得都 OK 的，吃吃好像沒那麼辣，我不知道是我自己麻木了還是怎樣，但其實都好吃，但是會有少少辣，但是吃多幾次就都那些辣其實可以忍受到的。那好啦，我現在又再吃了，那我吃了。我覺得之前是好吃的，即是麵也吃得很香，還沒說很油，我喜歡吃這些。之前買了5包呢，現在吃只有1包，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慢慢等等。好不捨得啊！我想一食完之後再買，但是要看咩價咯，因為我買呢個5包裝啊，其實係29.95，佢為我買，咁跟住近排見咧就已經3.幾，所以我想等佢平啲先再買。如果佢真係平嘅話，即係平啲嘅話，今日試下嘅，係如果食出嚟啦，就啲麥個味都係唔錯嘅，仲好咯。未試過咁樣慢慢食。因為之前吃都是豆塊啊，或者啊攞住塊出到去吃啦，依家就真係算是慢慢吃，咁樣慢慢感受佢啲所謂感受佢啲辣咯，雖然辣到唔係好感受到，但係我覺得都係幾好食。我前幾日都有食啦。我特登用最快的速度去吃，就用了2分2分0幾秒就吃完了。對我來說算最快的了。然之後咧，依家唔知咧感覺到個喉都係，真係個喉真係流，個喉我要飲啲，咁就食完啦，咁好啦，飲埋啲一啲嘢，就拜拜啦，多謝。